高是比较快速的。两家的人员在投石头，互相可能有点落差了。哇，这个是对方哦，他这个高度，不要说这个球场没有了。在国内，在台湾找到高中球员这个高度，大概也不存在。在国内，在台湾找到高中球员这个高度的大规模的训练量跟比较优势的选材，所以在这球哇，有所以是开了一些成功，就在一整年的课程。这球陈宇三分球，教练对于他的培养是很明显。都是不困难，是。哇，这个开后门，真的是非常有点好控球，直接一个假动作把球传出去，还有黄国轩进了一步出手，非常精准的三分球。国轩对很多教练来说，可能最近几个礼拜都是非常伤脑筋的时候。来自国中乙组冠军西湖国中的黄千外没有投，黄里有我直接送进来啊！哇，这球还是被梁山的一中掌握到，而且黄旗杀人球员田浩假晃真投，两次罚球的机会。哇，这个假晃真上篮，真上篮，来一个抛球。哇，裁判吹轰。高个球员非常积极的要球，而且要想要往里头打破这球。有机会四分打，我们教练真是激动啊！哇，最后再交叉机会来。